天在阳光户外，就要用你们这种相机了。因为其实我看人家真正在拍 YouTube 中啊，单在拍的基础的相机，可以接很重，这个也可以加30mm啊。我有买一支。啊，近景是高啊。你有的画面很像，就是不能像那么明显。还有那种滑轨式的伸缩的，我那个。富士的相机，它后面我看大部分都看到那个设定，哦吼，复古版的那全部都是集中在这个，帮助它升级，它的转盘又更多了。对啊，就加入陪小孩出来玩。OK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玩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一起玩。对啊，都不多八，是啊，差不多啊。而且还会剪。被教的。对啊，刚测不到。对啊，空拍。一般相机的广角。这个。啊，这个就是。哦，这个、哦。对。你的订阅要10000多。可是他觉得，他只要能调试过来，他就觉得。I'm gonna wait till the time